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很荣幸可以有这个恩典，我们可以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上帝要来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多把握他的话语，感谢主。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感谢主，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了这些黑暗的权势，这些的兽，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这边提到了几次，当然在这个一节到十节里面提到了四次的亵渎，这个兽在它的头上，七个头上都有了什么名号？亵渎的名号。我相信在另外的启示里面看到，我们说一个妇人头上戴的有名号那些名号，我相信这些名号都是一个都是圣洁的、正直的、光明的名号。然而，我们看到这些黑暗权势的名号呢，是亵渎的名号到第五节里面又说，他可以说夸大亵渎的话，可以说夸大亵渎，好像他有这个权利，好像他认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可以去嚣张的说这些亵渎的话。所以第六节就说这个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人。亵渎是什么意思呢？亵渎的对象是谁呢？我想亵渎的意思就是一个狂傲、一个不敬虔、一个轻蔑、一个完全看不起的，甚至是恶意去挑衅的、是挑战的、出于恶意的
去挑战。好，那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敬虔的非常恶劣的一个心态。然后这个心态针对的是谁呢？这里说针对的就是针对上帝，针对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越到末后的世代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正反两边的力量，黑暗跟光明的力量是怎么对立的啊？黑暗的力量请权力要来攻击、要来亵渎的是谁呢？如果是耶稣基督的名号，如果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就证明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会是属于真理的，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就不断的被挑战，不断的被逼迫，不断的被亵渎，那就证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会之外的这些抵挡耶稣基督并他教会的这些力量，就是属于黑暗、属于鬼魔、属于撒旦的势力。因此，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上可能充斥着许许多的运动，许多一些道德败坏的、违背传统伦理、家庭价值的，在许许多的一些的性泛滥的这种的多元的关系的这种一些同性的这些关系不合乎上帝真理的，那这些所有的抵挡的力量，我相信所有要挑战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纯正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看到，我们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我们要起来维护圣经纯正的真理。我们也有幸感谢神，我们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我们要抵挡黑暗的权势。感谢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些黑暗的权势，它可以如此的嚣张狂妄，好像不受约束、不被控制的，能够起来大肆的来亵渎、来抵挡呢？因为圣经里面这里说，第七节这里说，我们似乎看见黑暗的权势，好像似乎有一段时间它是嚣张，它好像是得胜的。这里说，任凭他与谁征战，与圣徒征战。就是与教会、与基督徒征战，而且这里征战，我们正在想，理所当然，当然是正义的力量得胜呢？不，这里说什么？当任凭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似乎也好像上帝允许教会在受苦，在好像失败的一方面。这里说，这些受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谁得胜？是这些受得胜，是这个受得胜，而且他有一个权柄，他嚣张一时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制服什么？他可以胜过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哇，我们看到好像这是一个教会，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那个黑暗的势力是那样的猖狂到一个地步，这些黑暗的权势似乎得胜了，甚至后面还说什么呢？后面说，凡是地上名字没有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那表示什么？表示虽然这些黑暗权势似乎得胜，但是神的儿女们，若是我们的名字是在羔羊生命册上，我们不被涂抹的，我们就要坚定我们的心，我们要在这个苦难、逼迫、抵挡当中，我们看似失败，我们却是得胜的。所以第十节这里说什么？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基督徒可以免去苦难、免去逼迫、免去灾难。不，圣经里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圣徒常常有可能最荣耀的结局是什么？是为主殉道，是在逼迫当中，我们仍然至死不渝，不否认基督的名，我们为此殉道。
这不仅是初代教会或是历代教会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哪怕到最后的这个命人类的历史的结局的时候，也有可能有许多大量的基督徒要为此而殉道。十节说的什么？有人会被刀杀，有人会被掳掠，但是最终我们是得胜的。所以这里说圣徒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需要什么？需要忍耐，需要信心，需要坚持到底，来证明我们的名字确实是在生命册上。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持守在生命册上里面，我们没有退后，我们没有被涂抹。感谢神，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能够预备好，不仅是预备末后的这个逼迫，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世代的里面，我相信特别在受逼迫的环境跟国家里面，启示录要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得胜，最大的安慰和力量。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感谢神，黑暗的权势好像嚣张，好像有时候压过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天父，你让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熬炼的当中，要证明我们的信心，要证明用我们的苦难，用我们的受苦，用我们的逼迫，好像要最终要把上帝的国，永远的国，把它伸出来一样。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受苦里面有份，好叫我们也在你的荣耀得胜里面有份。奉耶稣名祷告，阿们。